好，OK，那我们看了都有看了原地走路、原地跑步、跳这些啊，以及快速的调整。那其实比较麻烦的是走出去。好，在你在做动画的时候，尤其是做动画做游戏，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游戏循环动作，通常我只要做一个走出的动作。好，就是这里来讲，你要有一个概念。这个角色不可能变成这一段动画，现在我这样调就不会变成循环动画，因为它是站着。站着的话，你要第一个要先完成的是他走出去这件事，走出去到跨第一步的那个姿态，那个姿势就可以接循环的连续走路动作。那游戏可以这样接，动画呢？动画通常来讲，因为你在走的时候，除非你走很长，走很长我们还是会接啦。可是动画通常来讲，你是演出，很多时候就全手调，你就要来一步一步走出去。所以我们这里要做一下他走出去几步的animation。好，只要是一样隐藏。好，set key，这时候就得照。规则来了，一点一，就是开始全面的设我先就使用 Planet Key 了，这就是钉地板的 keyframe，钉地面的 keyframe。TCB 不是 TCB 啊，那个pivot，这时候应该都在脚跟。我看我要哪一只脚往前走，这只脚往前好了。这只脚要往前的话，我的这边不用设，等一下把它改成 free key。好，那但是还是先盯住，因为要走的时候身体先低一点。我们现在这个姿势其实站太直，所以先把身体调低一点。好，OK，那你要走的时候呢，就会开始做什么东西？当你真的要开始走出去的时候。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做，这里要按一下 key。好，你身体就会先做第一件事情，会倾侧。你要开始走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其实会先做这件事。好，那现在的调法就是，就是应该说 go animation 啊，就是调的时候不是 go forward 向前调的。我现在这种调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手动一格一格向前调。这一只脚要往前踩，所以这只脚抬起来一点。set key 改 pivot，没改到。那个浮起来是因为那个 pivot 的位置，不是 pivot 的位置。那个，对了，pivot 的位置就是我原始的。再提醒一下，就是我原始那个白配的定，跟我的模型的定位没对好。啊，就是像这个关节点应该在这里，但是在做的时候没对好，所以会有这个问题，并不是调 key 调，或者是它浮起来啊，纯粹只是原始的白配的档跟改成模型的结构对不上而已。那然后呢？下一格就让它出去了，free key。通常来讲，也会再靠身体一点。
然后呢，这只脚定死，身体开始会滑往前了，转太多了，不需要这么夸张。那你就会这样子一格，要这个要一格一格这样子看，脚抬起来，好，那然后往前跨，pivot 转换，这一格要用的，前一格就要转。那然后这个你有发现，应该会发生一件事。之前我们用 sliding key 的时候，这里我可以把脚压回去，有没有？橘色的 panel key 呢是不可改变位置的。它那个 key 锁在哪里的时候呢，pivot 锁在哪里就不能再移动。好，所以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会吸前一个位置，自动吸回前一个位置。好，所以往前跨。看一下姿态，大约在这里要踩下去。走太大步了。哦，这只脚到这又碰地面了，叮。那这时候不会吸回去哦，这里有两个 free key，它就不会吸这一格。如果没有这两个 free key，这只脚会吸到这个位置上。好，我示范一下这个原因状况。先 hold 得住，这 key 删掉。这两个 free key 如果我删掉，好，这两个 free key 如果删掉。那我把它调来这里，好，调到这里。它现在是用 sliding key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一按 planet key，就会回到这里，就会回到这。好，这个是它为了确保一件事，因为这一个 key 的意思就是它踩在地上，它要确保前一个影格跟下一个影格你的脚不会滑掉。好，这个关键 key 下下去，它就会往前吸到前一个位置，因为你代表说它必须继承前一个踩在地上的位置。Sliding key 就是可以滑的溜冰，它脚是在地上，但是可以滑动，好，维持在固定的一个高度，但是它可以滑动。那这个就是完全钉住，啊，当然你的脚没长度到不了那里，它就会被拉扯。啊，Editor Face。这个是那个功能，就是我之前讲过哈，暂存回复，暂存回复，不是 undo redo，它也其实它是做了一个存档的动作啊，它其实是真的做了一个存档动作，然后是叫做暂存档，好，快速键 Ctrl H，快速键回复是 Auto Ctrl F，好，那这个在你要测试一些功能的时候会很方便。
这时候再盯它 pivot 脚跟，好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人走出去，但是走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是不是要回到零？这里要调整了，又要再回来，就每一个关注细节你要注意到，身体会回到零，这只脚的位置去看这边，x 在哪里？好，x 在哪里？这个要过去。好，然后，好，等一下，Auto Key 没开，再贴一次。嗯，好，Auto Key 打开，贴这个，然后身体的位置回到零，骨盆回到水平。然后有一些这一个应该是有动到，好，那这样叫做走出了第一步，走出了第一步，那后面呢就要开始一格一格往后走，但如果是做 game 来讲，如果你是做游戏来讲，我们就会输出这一个。我就会输出这个，或者你做动画，我也会建议你这样子操作。